天呐！啊，我说我四哥咋不动地方呢？啊，这么回事啊，老四啊！啊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直播间，直播间有点这么长，刚直播。啊，欢迎大家伙儿，小不点子上新家了，家人们啊，小不点上新家了，啊，哎呀。太快了，时间过太快了。小老大，啊，二宝，啊，老三，小四妹儿，小五，六六，小不点已经到新家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到新家。我估计怎么得后天吧，家人们。怎么也得后天嘛？狗狗和猫怎么样了？熟悉了吗？我买那个猫架子刚发货，老铁们，我买那个猫架子刚发货，我打算把那个猫架子，咱小不点子不是小不点子不是上新家了吗？家人们，四哥你下来呗，老四，你在这杵着干啥呢？老四啊，你就这么馋呢，四哥？干啥呀，老四？你这么馋呢？一动不动它呀？啊，就在这守着这个肉，怕肉丢了，就在这守着啊，怕肉丢了。我寻思家人们啊，小不点这不上新家去了吗？我打算把那个猫爬架子安在这个地方，顶天棚上啊，家人们，顶天棚上。啊，把猫爬架放这个地方。啊，以后猫咪就在这个地方了，狗在这边啊。如果咱家猫害怕狗的话，狗直接爬上去。啊，四哥太可爱了，小不点子上新家了，家人们啊，小不点子上新家了，看段子心很难受。欢迎家人们啊，欢迎大家伙。啊，家人们，咱家小不点子吧，咱家小不点子是不得不上新家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你说三弟，你舍不舍得养这么长时间了？养了半年了，小不点子6个月了，家人们，你说舍不舍得？家人们，你说舍得啊？那是假的，那也有点不舍得，家人们，毕竟咱家养不了那么多狗。啊，小迷糊、小老四，包括小不点子，他们三个家人们，指定以后如果养的话，他们三个指定会干的啊，两败俱伤，知道吧？咱家养不了那么多狗了，家人们，不是三爷爹不养啊，以后咱们家还涉及到什么呢？我四哥他媳妇儿虎妞也回来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想没想过？对，以后迟早有一天，虎妞那个脚好了之后，她是不是得回来？老四是不是也得生娃？我四哥是不是也得生娃啊？对不对？如果虎妞现在也回来的话，咱们家有多少只狗了，家人们？老大、老四、seven、小迷糊16，加虎妞也6条了，知道吧？真养不了，老铁们，能养的话我都养了，家人们能养我都养了。虎妞在哪儿呢？虎妞脚还没好呢。对呀，我四哥还没结婚生子呢，我四哥呀。啊，那知道的话，咱你知道咱家是宠物主播，宠物直播间，不知道真以为是咱家是那个流浪狗救助中心呢，老铁们整的。啊，猫没在这屋，家人们，猫咱就不逗它了，咱这两天就不逗猫了，为啥呢，老铁们？那个猫吧，啊。他上这屋来，他就往那个沙发底下趴，往那沙发底下钻。那天我又给他整过来，他又钻沙发底下了。欢迎咱们家万万干爹啊！欢迎咱家万万干爹，欢迎咱们家小温柔姐姐，欢迎贝贝姐姐啊！欢迎大家伙儿啊！欢迎所有好朋友们啊！目前几只狗，以后可以产出很多出来。老爷真逗，净瞎扯。小明不是老四的儿子吗？是老四的儿子，但是老四。小迷糊是我们家老四，名不言，言不不名不顺，言不正啊，言不正名不顺的私生子，那是我四哥
跟小石榴在大家伙都没同意的份上，家人们啊，在你们都没同意的那种基础之上，他和小石榴生了私生子啊。老爷说没毛病吧，老师啊？啊？那纯属意外呀，家人们，那个是。那个不能算啊，家人们，小迷糊不能算啊。虽然说小迷糊也是老四的儿子，但是呢，这玩意儿你怎么瞅，家人们啊？你知道的，你知道，我知，家人们，你知我知，还有谁知啊？对不对？你高谁瞅他也不像啊，他也不是一家的呀，那不扯淡的吗？那不是你逗我呢吗，大哥？是不那么逗我呢吗？这不是。明天给我四哥把眉毛给他重新给他描一遍啊，家人们，我四哥眉毛今天好像谁给，这我四哥今天太热情了，家人们啊，四哥把眉毛都给蹭掉了，嗯，老四把眉毛蹭掉，别提了，老四那是人家乐意，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家人们啊，欢迎大家伙，咱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，直播间1300人，老铁们点点亮，啥也不说，点点亮啊，今天给我四哥他们做的鸡胸肉，做的好吃的啊，老铁们啊，今天。好长时间不吃肉了，老铁们，好长时间不吃肉了，啊，然后今天晚上给四哥他们做的鸡胸肉，啊，咱们今天鸡胸肉拌狗粮是我四哥他们最喜欢吃的一道菜，啊，那个猫，那个猫住的那个屋子没有窗户，很封闭，没事可以通通风，我告诉你啊。那个屋子还真就不能通风，你知道为啥吗？那个屋子呀，家人们，有窗户啊，但是呢它没有纱窗，如果你要给它通风的话，说实话那猫能顺窗户跑了，顺那个雨露管，家人们你们知道吗，猫咪呀很灵巧的，知道吗，它能顺窗户跑了。之前我们家就养了个猫，俺家那时候住三楼，铁子住三楼，它能顺着窗户跑出去了，肯定100%跑出去。你们在杭州呢吗？现在没在杭州，家人们，小不点上新家了啊、哦，容易跑。铁子一分钱没用，人家不是，人家目的不是说，家人们啊、哦，家人们啊、哦，那个人靠谱吗？那肯定是靠谱啊。那不靠谱，我三天说能送，我能送给他吗？家人们，咱不用多，咱不用少，不用多说，家人们，那小不点子，你再不济，再不济的话，家人们，就算他是个公的，我再不济，家人们，我3-4千我也能卖出去吧，对不对？3-4千块钱指定有人要，小不点子，知道吗？我为什么我留着3-4千块钱我不卖，我要送给别人呢？家人们，你们说呢？啊？那不还是因为三元爹相信他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有的人看不上小不点子啊，你家小不点能卖3-4千啊，你就算卖500块钱，对不对？我还能赚500块钱吗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就直接不卖了，家人们知道吗，我就直接不卖了啊，因为有人出，我咱家这帮小狗吧是6Q 往外出的，但是有人讲价知道吧，3-4千块钱，然后呢家人们，我寻思我就不卖了，我卖它干啥呀，你看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他们几个都一样，知道吧，咱不能说从老大身上啊谁想要因为喜欢啊再给他降价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啊，对其他的狗主人也不公平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，对其他的狗主人不公平，索性咱就不卖了，送给咱认识的人得了，咱也不挣钱，咱就送给人家，送给朋友就完了呗，是不是，家人们啊、哦、毕竟养那么大了没事，家人们没事啊、哦、都自信自己的，自信自己的啊、哦、对，降价的人就不能卖，不喜欢，真心不是真心喜欢，也不是说不是真心喜欢吧，家人们知道吗，啊、嗯、一个人一个想法，知道吧，一个人一个想法，咱不能说一概而论，咱不能说，家人们断章取义啊，
对不对？咱只知道这个结果，不知道这个过程啊，对不对？咱不知道人想法是啥，你不能说人家图了便宜就说对狗不好，知道吧？那有的人，家人们，有的人这个狗狗人特别喜欢狗的，是吧？你别看这个狗好不好，人都稀罕。那有的人呢，家人们，有的人你这个狗再好我也不稀罕，是吧？我就不喜欢狗。你家猫能猫在那屋呢啊，养那么长时间又送人了，那咋整啊？家人们，咱养不了那么多狗，知道吧？咱养不了那么多了啊！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，咱把那个家人们，咱把爱心点一点。家人们，不说这个事儿了啊，不说这个事儿了啊，高高兴兴的，一会儿咱好长时间不走这个独木桥了。明天这个独木桥，家人们，明天咱们家这独木桥我就搬走了啊，我这屋要好好的整理一下子，我要把这个地方吧用那个护栏给它拦住它，以后咱狗就不让上这屋，不让上这边来了。以后家人们啊，这个地方从这儿到这儿我要给它拦住它啊，这个东西我要抬走它啊，我要把这块家人们整成一个啊。整成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睡觉区，这个地方是睡觉区，中间呢是娱乐区，那边是餐区。啊，家人们啊，那个跑步机啊，我也要往这边挪，想办法挪这边来，因为这边是娱乐区啊，这边是睡觉的地方啊，然后紧那头在那一块属于餐区，家人们。我分三个区，分区了，家人们，现在分区了，啊，这房子新买的吗？这房子不是新买的，房是租的，啊，老四啊，老爷说的没毛病吧？四哥，你过来，四哥来，老爷说，四哥你过来，你跟老爷说一声，四哥你来啊，老四啊，四哥过来，老四，老爷给你说一下子啊，你坐好来，老四来，我说呀，四哥，老爷给你规划一下子啊。这一圈是你们睡觉的地方，然后呢再往那头是那个娱乐区，再往那边紧边是餐区，四哥没毛病吧？老师有毛吗？老师是不是挺好的这么整？你喜欢吗四哥？啊喜欢呐，啊我四哥喜欢。家人们，不管好不好，只要我四哥喜欢那是真的好，我四哥喜欢那就是真的好。四哥真有男人范儿，感谢大家伙啊，感谢大家伙，我看看那新兰花好没好，把赛文放下来，来往蔡文他们放下，把老四放上去。把赛文放下来，来等会儿啊，我今天给赛文他们吃这个什么，家人们吃这个鸡胸肉啊，我四哥也想吃鸡胸肉了，四哥啊。我给我四哥掰一块，我四哥好像磕了着的了，我感觉。四哥，你磕了着了是怎么事儿？四哥，啊？你看四哥眼神儿，家人们啊，看。你看我四哥，看我四哥眼神儿啊，鼻子掉漆了。干爷老大来一块，啊，赛文他们进来了，快来赛文。老四出来，老四来，老四，老四谁？老大，老四，老大过来，来，老四来，老大，老四，老大过来，来，来，老大来，出来，来，老四啊，四哥出来，来，好，爸，爸，你把他俩放上去。好了，好了啊，让我四哥也出去方便方便啊，家人们，让我四哥出去方便方便啊。眉毛呢？眉毛没有了，明天给他重新描一下子。啊，明天给他重新描一下，我把这个，我应该找一个区域啊，家人们，这么整，家人们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么整，啊，我要把这个凳子呀，老铁们，我要让咱们家狗狗在这坐一排，餐区怎么整，家人们啊，咱这屋是一个专门给狗狗用的屋子啊，这个屋子是一个专门给狗狗用的屋子啊，家人们啊，餐区怎么整呢？首先呢。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坐一排，家人们，我感觉啊，让他们在这个地方，小明起来，小明起来，一会儿啊，我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先坐一排，老铁们啊，你说这几个地方怎么坐，能坐开吗？能坐开吗？家人们，这地方是个餐区啊，还行，挺好，
让他们几个坐着坐一排，然后呢我在对面啊给他们做饭啊，咱这么整直播看的还有意思是不是家人们，你要整的乱七八糟的啊，狗狗太散了没有什么意思，厉声的可以吧啊，三位上来，三位上来，来一个一个来，三位上，三位上来，三位上来，我先看一下子，一会儿坐着来，有点窄吧呀，蓝胖子去哪儿，蓝胖子在那屋呢，家人们比我家饭桌都好，四哥的饭桌比我家饭桌都好，哎呀还是有点窄吧，要不咱整三角形的吧，家人啊，整三角形的呢，我想起来家人们，我想起来了，知道怎么整了，我知道怎么整了，咱用这个桌子吧家人们，用这个桌子，用这个桌子，然后呢我让他们几个在这儿吃饭啊，我重新整一下子啊，重新倒腾一下子，一会儿啊让他们在这边吃饭，把这个凳子给它靠墙，哎，我就想让大家伙看得更直观一点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我觉得这么整看着有意思，你要不直观的看着有点那个啥，就是四分五，一点不整着。我觉得应该拿这么来，这么的拿这么来吧。小不点主人什么网名，小不点主人不玩。家人们是不是晃的话别着急啊，我把这家里的东西抬一抬。啊你们先等一会儿啊，我把家里的东西抬一抬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拿这么来吧，老铁们拿这么来。这么是餐。放中间。放中间行了是不是，放中间。上面这个背景不好看，这个背景不好看呢。小不点上新家了啊！三位上来，三位上来，你们几个老一点，老四啊，老四啊，来上来，感觉少了小不点了，不热闹了呢。小不点呢，虽然走了家人们啊，但是腐妞过两天就回来了，腐妞过一阵就回来了，老铁们啊，到时咱们欢迎腐妞回来吧。来，三位上来，三位上桌，上点，三位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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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上一二三上，三上来上来上上上上上上 上, 上来呀、啊，三万，小不点儿走的时候没拍个视频吗？当然拍了，我这个第一个作品不就是吗？家人们，现在三元爹，你们点我头像，第一个作品不就是吗？来，三万上来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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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坐好吧，坐好了啊，坐好了，咱坐好了啊，开饭了啊。猫咪也进来吧，猫咪不行，家人们，不行啊，这地方整的还是不太好，不是特别好。其实真没有原先，家人们没有原先咱住那个小房子得劲儿啊，老铁们，咱原先住那个小房子是真紧凑啊，是不是？那是真紧凑啊，热闹。猫咪进不来，家人，猫咪进来，待会儿一看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家人们，那猫咪一进来之后，这猫都往沙发底下钻。这个沙发我要换掉了，这沙发不能要了，这沙发不能要了，家人们，这沙发，
底下都坏了，里边泡沫垫子啥都没了。每次段子我评论就热门，房子小狗也放不开。石亮，石亮上来，上上，好，我让四哥他们回来，你们几个在坐着啊，不能动啊，不能动，我四哥没回来，大家伙谁都不准动。餐区先不准动啊，让老四回来吧，老四下来吧，回来吧，不许动不许动，你看你们怎你又动，三这地方怎么整才好看呢？哎呀，这屋里没有用的东西太多了，是不是？这屋里没有用的东西太多了。我下来吗？奇怪，你过来塞吧。小狼先生，你们几个就别打仗了啊，咱们原班人马就不要打仗了啊。哎，西兰花好了吗？爸好了吗？把西兰花拿来啊，你别煮大发劲儿了，没有灯啊，等一下子啊。把你煮了吗？这西兰花煮了吗？煮完了。这怎么跟没煮似的呢？啊！我心没煮呢，怎么？啊，这是煮过的。你切的太大了，掰一掰呀。快手小店有新订单了。嗯，我这怎么能有动静呢？这太大了，这个整的。啊，手谁给咬的？咬破的，谁咬的？不好意思啊，当时激动了，兄弟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老四。啊！当时激动了，家人们啊，自己给自己咬了，谁都不能上桌子。谁都不能上桌子啊！我在想怎么直播有意思呢，家人们啊，怎么直播有意思呢？嗯，我把桌子拽过来，我这地方整个餐厅。
我把这地方整个餐厅啊给他拽过来。四个上来，老师上。seven 呢 ?seven 听话 ,seven 听话来 ,seven 上。seven 上来。啊，坐好了，老大上。老大上来了，老大。老大上来，老大来。上。老大上来，上来上。老大上来，上来老大上。你看看。老大上来，来上来，老大来上上上上上上上，老大上上上，哎呦，老大上上上，老大往上爬，小迷糊你别来回窜，小老大对，老大自己上自己上，老大上上，小迷糊你别窜啊，老大来帮你啊，帮你，对啊，好了啊，好了好了啊，好了不能动啊，咱开饭了啊，咱餐厅又营业了啊。好久不营业了，咱这三八的餐厅好久不营业了啊！哎呀，小桌一摆啊，咱小桌一摆啊，准备营业啊，等会儿发盆儿啊，等会儿发盆儿鸡胸肉，看谁表现好啊，谁表现好给谁吃啊！哎，西兰花鸡胸肉一大盆，开饭了。能弄个手机支架，家人们，说实话弄个手机支架的话你们就看不着这么全面了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你们就看不着了，就死板了，知道吗？你弄手机支架就往这一支，死板了。这么的吧，家人们，你别动啊，坐好了坐好了，一会儿我整个手机支架啊，我试一下子，家人们，我试一下子。不许动，小明不能偷吃啊！吃一下子啊，家人们，我把手机支架支一下子啊，我给他们做下子饭。等会儿，老大，能看老大就行，是不是？能看老大，来，来。小亮，我得拿个手机放我这个地方，等我啊，我把手机放我这块，然后你们能看着他们几个啊，咱没点亮，咱待会儿点点亮啊，家人们，我用这个手机能看直播的啊，好啊，来。迷糊又开始怼老子了，等我发盆儿啊，我发盆儿了，这一个盆儿啊，老四一个盆儿，三位啊，来，还差个盆儿呢，不许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一定要你们几个一定要稳住了，一定要稳住了啊。不准动。不准动啊。小迷糊，咱别偷吃！你咋这么不长记性？你咋不长记性呢？你啊！站！这小石头头啊！小迷糊，你能下去吗？小迷糊，下去！坐好了，小迷糊，再坐好了，小迷糊听话。石亮，石亮来，石亮来！我先分肉啊！我先分肉啊！咱们公平一点，谁都别偷吃。三，你下去，坐那，不能偷吃。等会儿，一人一块鸡胸肉，一人一块啊！来，家人们啊，鸡胸肉一人一块啊，看着啊，老大的、小迷糊的、石榴的、seven 的、老四的啊，一人一块都非常公平啊。蔬菜我要分一下子啊。好，哎呀，太香了！今天晚上吃的好吃的太香了，咱们不能偷吃。啊！
太香了啊！哎，老大，多吃点蔬菜，这时间都吃饭，不能偷吃。啊，给放点小汤啊。啊，石头呢？石头中间呢？石头搁中间呢？咱在下方小购物车啊，家人们有需要啥的话，大家伙可以去拍的啊。咱家第一个链接啊，家人们，咱家第一个链接这个洗碗抹布啊，洗碗抹布啊，然后呢，拍那个12.9发一包，一包是5块，家人们啊，抹布老好了，家人们19.9块10条，19.9块10条啊，我简单的掰一下，家人们，简单的给它掰一下啊。然后咱马上就开饭了，别着急啊！这我跟你说，我这么喂他们呢，可以培养咱们家狗狗的耐心，知道家人们啊？看他们几个听不听话啊？家人们，一会儿我测试一下他们。咱们今天的饭香不香，家人们？咱们今天晚上饭老香了，你们看这个小迷糊的啊，家人们。哎，咱们不能偷吃啊！今天晚上饭特别香。然后呢，一会儿我出去一下子，我考验一下他们几个老铁们。啊，考验一下子咱们家这帮狗狗们啊，看他们几个听不听话啊！来，这俩是老大的，我给他好好抠一下。说实话，这么抠啊，费损盖子。别着急，老大啊啊，给老大一个好吃的，给老大一块啊。三哥，你坐下，你坐，你也有份儿，三哥，你坐下，你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三哥啊，三哥坐好了，稳当的啊。我先给老大吃一块，哎，好不好？啊，都有份儿，别着急。石榴摆中间呢，家人们，三哥你坐下，石榴摆中间呢啊！小不点一走，你们就大吃大餐。小不点在这的时候也吃大餐了，家人们。那小不点在这的时候，咱们吃过鸡胸肉吗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你不能这么说，你这么说的话，有点对不起小萌了嘛，这不对不起小不点了吗？这不是？三哥你坐下，三来，啊，这石榴的啊，石榴给石榴一块。石榴，石榴上来，石榴来，石榴，不许动，现在不用抢给石榴的啊！好，好，自己吃。石榴不许，三哥坐下。咱又等不及呢，咱也照好了啊！家人们啊，又想买东北黑木耳的啊，咱家木耳是在下方小购物车第六个链接。木耳没有了吧？第六个链接19.9块180克木耳啊，47.9一斤。三万，我给你整一块，三你坐下，你别着急，这小石榴的，我给你整一块吧，石榴吃不了那么多，给整一块，好。小石榴这盆有点小啊，别着急啊。三万你忍住了，你坐下，小石榴下去，小石榴下去，哎，忍住了，好了，三万这你的，再给你整一块。再给你整一份啊，做好了吧，听话啊。三阳就是着急，我上马上睡着吧。我四哥等会儿啊，四哥有我四哥的份儿。嗯，我四哥在边上，是不是瞅不着我四哥家呢？你们是不是看不着我四哥？哎，小迷糊吃了吗，家呢？我刚才给没给小迷糊啊？啊？三万不能偷吃啊！你看看三文，你总偷吃，你可不听话了。三文，你现在怎么没有小石榴听话？哎，小牛给没给吃的？给了是不是？好了，啊，好，老四啊，给老四一块，这个。老四来一块，老四来，再来一块啊，这是我四哥的啊。绝对有份啊！没有，没给，都给了。不知道啊。啊，三万，好吗？你们都坐好了啊，啊。看看咱们家这个啊，家人们啊，看是不是挺好啊？看是不是都特别听话，在这等，在这等着呢，都在这等着呢，是不是？啊，家人们想买咱们东北黑木耳的啊，木耳44.97块9一斤，47.9也来，
来吃个 Seven， 你坐下都有份儿，你看能不能好的？你不能上桌子，不能上桌子。小迷糊呢？下去，咱下去。石榴，石榴呢？你坐下，三万，这石榴的，石榴的，你看看，别着急，这你的，这你的，这你的，给，能是的，来，各撕各一西兰花。这个西兰花，狗狗是真喜欢吃西兰花，家人们，啊，这狗狗是真喜欢吃西兰花。三万，好了，别着急，都有份儿啊，我倒狗粮了啊，石榴上去，石榴上去，三万。能不能不抢啊？能不能先别抢啊？都等一会儿的干啥呀？咱家又不是吃不着，都有份儿的。西兰花是熟的啊，我倒狗粮去，不许动。石榴上去，石榴上去，石榴上去。石榴呢？石榴上上来，不准偷吃啊！我去收狗粮去啊！不准偷吃、啊。啊，没人偷吃啊，是不是？挺好。哎，挺好啊，没人偷吃啊。这个来腌腌吧啊，今天少吃点狗粮，多吃点肉。好了。小石榴，石榴上去，少吃点，再吃点，喂的太多了吧，一点都不多，家人们啊，一点都不多。好，这个可以了。哎，说实话，家人，这个桌子如果再矮点就好，知道吗？咱这个桌子如果再矮一点就好了，这桌子有点显太高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家人们又想买咱家狗粮呢啊！狗粮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七个链接啊。然后咱们家人们，咱们饭也做完了，咱们开始转移目的地啊！咱们开始转移了，让他们几个在这坐好了。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三位来，再过来，下来，来，再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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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听话？过来，来，老四，过来，来，老四，来，转移了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老四，老四，坐这来。下地吃，快快快快快快，好好宝宝，快转移了，四哥坐好了，老四坐好了，石榴坐好了，小明坐好了，三文坐好了，来，三文的坐好了，好宝好，转移了啊，做好准备了啊，咱们马上开饭了啊，往后退，小明官，往后退啊，马上开饭了啊，啊 ，OK， 好了，不要吵吵了啊，不要吵吵把火的，这不是餐。这边是厨房，然后呢，这边是餐厅，家人们啊，这边餐厅啊，来，四哥的啊，不准偷吃啊，我瞅着你们几个呢啊，来，老大的，啊，猴姐，猴姐，给三幺七完了。啊，这是 Seven 的啊，三不能动 ，Seven， 你看看你，退 ，Seven， 咱好好的行不行 ？Seven， 人家那个老四都可听话了，小明往后退，不能往后窜，小明话，小明不能往前窜啊，往退，退，好好，不往前窜啊，饿急眼了，那怎么能饿急眼了呢？啊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高谁都急眼了。
家们这么好吃的东西告谁谁都急眼了，这么多肉啊，你就寻思吧，里边这么多肉告谁不急眼。好了啊，你看这里全是肉，看着啊，来对的，好了啊，我放在一条线上，坐起来，小明往退，往退，小明啊，退退啊，三往退，三往这边，往坐坐，小明啊，往退，小明啊，坐好了啊，好，老四啊，听好口令，四哥啊。啊，欢迎大家伙啊，大家伙愿意吃东北黑木耳的家人们啊，我现在正在讲解这个链接，东北黑木耳47.9一斤啊。Seven 呢，爸爸不在这介绍一下子吗？那怎么就这么着急呀？19.9，180克，47.9一斤啊，家人们，东北黑木耳啊，来，各就各位，一。三文呐，那不等我喊三呢？你怎么喊上了呢？三文呐，我喊三，你说你也喊三？三文听你喊了，你看我不寻思我喊三，结果他整个三。你们看能不能吃了，家人们啊？三哥今天饿了，昨天我没在家，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吃饭不好好吃饭，你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啊，其实我四哥也饿了，我四也饿了，我四哥昨天也没好好吃饭，谁喊都一样。腐妞呢？腐妞脚没好呢，没回来，家人们，俺家腐妞那个脚没好，她没回来，啊。等我们家腐牛那个脚好了之后，我家腐牛第一个时间就回来了。啊，前两天回来了吗？不是，大家伙都看着了，腐牛那个脚底下他还出血呢，他那脚底还出血呢，吃个饭啰里吧嗦的。那你看看，家人们，那你要不愿意看的话，那你就出去呗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啊，啰里吧嗦的，那直接拉屎得了呗，所以那干啥还消化，直接吃屎得了呗，一步到位呗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就这样跟狗狗在一块互动，这种啊才有意思，家人们。你说你上来就咔咔一顿造，造完之后就下播，那有啥意思呀？那不扯，那不扯淡呢吗？那不是啊，家人们啊，对不对？您那你看上咱直播间看咱狗展示才艺有啥意思呀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那直接结束得了呗，直接下播就完事儿了呗，是不是？四哥咋不吃呢？今天做游戏没做游戏呢？我先玩那个独木桥呢，这不先吃上了吗？啊，先吃上了吗？四哥总是守着鸡胸肉不动地方，四哥一直在那瞅着鸡胸肉不动地方。猫呢？猫在那屋呢，给大伙看看猫去吧，家人们，我带大伙看看小猫去吧，行吗？不爱吃西兰花，我告诉你，西兰花是最有营养的，老铁们，西兰花是蔬菜里边最有营养的。我四哥不是说不喜欢吃，家人们啊，四哥可能是他不是特别饿。你们想看猫啊？啊，家人们，待会儿想看猫啊？啊，我带待会儿上那屋看猫去吧。
王家们啊，小猫咪，待会儿先买牙刷的啊，咱家牙刷是9.9块，9块9八支牙刷啊，一桶八支是吧？啊，我看那个小猫咪去啊，看看咱们家的发财，能开开呀？我待会儿看一下发财去。来呢，这猫怎么直勾的瞪我呢？我看他问的是不是喂了，刚才是不是喂猫了？没喂猫。发财呀，老爷子不过来看你来了吗？发财，那么直勾勾逗我呢？啊，发财，这老爷子不过来看你来了吗？来，喵喵喵喵喵，来。发财呀，老爷带你看老四去不去啊？看四哥，这发财圆咕隆咚的。发财上面吃偷吃什么玩意儿？发财你上面吃啥呢？发财握手来，过来，发财过来，来，你在上面吃啥呢？你坐下，坐下给大伙展示个才艺。发财坐下，握手，握手。发财握手来。养两只猫作伴儿，他现在还不能上那屋去呢，啊，不能上那屋去呢。来，我给发财整个猫条吃啊，家人们，发财最喜欢吃猫条的，啊，哎，家人们，这猫的尾巴翘这么高，是不是因为它高兴啊？是不是？我有点不太懂这个猫咪，家人们啊，你看这个猫的尾巴翘这么高，是因为高兴才翘这么高吗？发财今天是不是高兴啊？发财呀，害怕，有吃的了，高兴，让他握手，老让他握手来，握手，发财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发财握手，握手。你瞅瞅你长得，发财，你瞅你长得这么胖啊，你还不赶紧锻炼身体啊？你瞅你现在长这么胖，你还想吃啊？咋的？掐你两下咋的？掐你不愿意呀、啊？你长这么多肉，长这么多肉干啥呀？啊？你看看你长这么多肉，肥嘟嘟的你，咱俩说你长最胖，这腮发的啊，真是发福了你啊啊！坐下，坐下吧。啊，看了吗？吃了吧。坐下，握手，握手来，握手。啊，有才艺啊！咱们家猫咪也是有才艺的家人们啊，也不是说靠颜值吃饭啊，咱家猫咪是靠才艺吃饭的啊。来，握手，发财，发财，握手来，来，有点懵呢，啊？坐下，发财，来坐下，坐好了，来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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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握手，握手，你看他握手，你看我主动啊，你看啊，我猜不准啊，看他看他是不是主动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他在我身上蹭了啊，他看在我身上蹭，他好像喜欢我了，我觉得他好像喜欢我了，家人们，他现在握手来。来握手，握手来，
来，来，来握手来。你说不害怕老四他们了？咱吃完这个，咱去找老四他们玩，行不行啊？咱吃完找老四他们玩去啊！哎，今天找四哥他们玩去啊！小不点到新家吗？小不点没到新家，小不点的后天能到新家，后天的时候可以到新家家吗？他今天吃了好几个了，这猫山他一天吃好几个了，今天他老就喜欢吃猫条了，嗯，是不是饿了？嗯，发现你是不是老饿了你？嗯，昨天也没好好吃饭，嗯。这饿坏了吧？我给他倒点别的啊，我再给他发财，倒点这个纪晓熊，喵，咪咪，你看发财，你看发财跟我关系老好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发财是不是跟我关系好了？发财是不是跟我关系好了？啊啊，这个吃这个吧。那我上扇子能上到，发财上来来，上这点来，发财上上上上上上蹦蹦蹦上来，上这点吧，看这个，这个来，这不是上上，发财上上，上这点来吃，对呀，来吃来，啊。这是全是鸡胸肉，吃饱了上这屋陪四哥玩去啊！玩玩玩玩！我在测试他，家人们啊，我在测试他对狗狗的反应能力啊。我装，我学学我学学狗，家人们啊，装学装装狗啊。哎，发财发财！没事，家人们，我感觉他好像接受咱家狗了，他有点接受咱家狗了，他有点不是那么特别害怕了，家人们，他现在不是特别害怕了，爱吃肉，但是肯定爱吃肉啊。猫都爱吃肉，家人们。猫都爱吃肉。先吃吧，吃饱再说吧。先让发财吃吧，吃饱再说吧。回复一下子，把心事藏在梦里。啊，把心事藏在梦里是说什么了啊？把心事，发财还是有反，有点反应。把心事藏在梦里。我还说啥了啊，家人们，你们问客服吧啊，你们问客服吧，我就不一，因为我的确是看的不太仔细啊，家人们看的不太仔细，问客服吧，好不好啊？家人们有想买压缩毛巾的，咱那压缩毛巾8.8块，家人们8.8块20枚，家人们啊，曾经用过压缩毛巾的，咱压缩毛巾便宜了8.8块，家人们20枚啊。你喜欢猫咪，你喜欢猫咪了，别冷了，塞问他们。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吧，我养猫咪是为了给塞问他们找个伴儿玩，知道吗？我跟塞问他们是为了让狗狗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啊，家人们，我并不是说像你们想象当中，我把对老四、对老大他们的爱啊分散给猫咪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虽然说养了一只猫咪，但是呢，咱们家对狗狗的关爱一分一毫都不带少的，知道吗？反倒是给咱们家狗狗增添了很多乐趣，增添了很多丰富多彩的一些啊生活方式。以后每天可以看猫了，每天可以撵着猫跑了，是不是？以后老四他们是不是又多了几个新朋友？家人们，三爹不，咱不说别的。是不是老师他们又多了几个新朋友，多了一个猫咪这么一个朋友。
猫咪叫什么？猫咪叫发财，打算给它改个名，不知道改啥呢。咪咪，咪咪走啊，来，再带你上那屋去，行不行？今天可以上那屋去了吧？咱今天可以上那屋看狗狗去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啊，来，带你上那屋看狗狗去吧，行不行？别挠我，别挠我。我也把他带那屋去了啊，他好像不敢去，他好像不敢出去呢，他不想出去。发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好像不想出去呢，感觉。发呆，发呆。发财呀，你干啥呀？喵喵，来握握手，来过来，干啥呀？你怎么跑这么快呢？还没到那屋呢就跑了。吃的好多了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吃蓝胖子好多了。这么冷啊，家人们，咱们还像那天似的，咱们还像那天似的，让小迷糊过来。哎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想让谁过来？你们想让谁过来？我看看今天猫咪有什么变化没有？啊，咱们看看猫咪有什么变化没有啊，兄弟们，让谁过来？看他今天有什么变化。迷糊，让迷糊来，让迷糊来啊，家人们，慢慢它就适应了，知道吗？慢慢这个猫咪呀、啊、狗狗它们之间的关系它都适应就好了，没那么多事儿，知道吧？小迷糊出来，来，小迷糊呢？迷糊出来，小四出来吧，迷糊出来，迷糊出来，出来一个，出来，小四出来。压缩毛巾8.8块，家人们啊，8.8块往前20个，19.9块往前50个，29.9块100个。迷糊，迷糊，没事儿，来给这个吃，没事儿，给，给，他不会伤害你的啊。这个猫怎么弓着背呢？没事，它不能伤害你啊。这猫胆儿真小，家人们说这猫胆儿小啊，来。迷糊，来，先吃点好东西。没事儿，哎呀。你抱着猫，让他俩亲近，我怕猫挠我，我怕猫挠我呀。
哎，不给他吃化毛膏，家人们，你说猫咪喜欢吃化毛膏吗？轮流见面，我给猫猫吃个化毛膏啊。喜欢吃化毛膏是不是？喵，你看看，你吃不吃这个？尝尝。让迷糊自己慢慢过来。迷糊，你过来，迷糊来，过来，迷糊来。迷糊来，迷糊给你过来，迷糊来，乖，迷糊来，咪咪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不用怕他，对，他不用怕他，看看，不用怕他啊，你看，这样就好了，你看他现在不害怕了，说实话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摸摸他，摸摸他，摸摸他啊，好好好好好啊，没事啊，你们是好朋友，你们迟早有一天是好朋友啊，啊，没事儿。啊，这么摸摸它就好了，家人们，啊啊，你们是好朋友就好了，看看吧，认识认识吧。你信不信，家人们？小迷糊如果跟猫在这屋待一天的话，他俩绝对不害怕了，信不信？你看，你看，这不弓腰了吧？他不弓背了吧？你看，啊，镜头放远一点。咪咪来，花毛膏压压惊啊！吃花毛膏压压惊啊！不怕他啊！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小迷糊指定打不过他。哦，他俩如果真干仗的话，小迷糊真打不过他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啊，你看他现在已经不弓腰了，不拱拱了。你看，家人们，他已经习惯小迷糊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他已经不弓腰了，他已经习惯小迷糊了。你瞅见没有，家人们？瞅着吗？因为这个猫咪它现在知道，它现在知道小迷糊根本就伤害不了它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看看，是不是？它刚才没有刚才拱拱的高了，是不是？小迷糊，嗯，这样都不应该养猫。小迷糊啥也不是，慢慢就是狗狗受气了。你这话说是真的，家人们，真的，我看别人家养猫的家人们，到最后基本都是狗受气，知道吗？基本都是狗受气了，时间长了之后，猫就不怕狗了。家人们，你就说这个小迷糊，你说这个小迷糊能对小猫做出啥呀？啊？小迷糊顶多也是上去闻一闻就拉倒了。哎，你说这个猫为什么瞅狗它这样式的呢？猫又瞅猫，家人们，你说猫看猫的话它急眼不？狗会放炮。咪咪，过来来，喵，你看，家人们。谁紧张，家人们？你说猫紧张吗？它如果这要是害怕的话，它连东西都吃不下去，你信不信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猫咪它如果这要是特别特别害怕的话，它啥东西都不带吃下去的，知道吗？它只有防备，因为它没有安全感。这种的话，家人们，证明嘛，小迷糊对它没有威胁，它不害怕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它不害怕。迷糊紧张。现在反倒是我家迷糊紧张，你没发现吗？迷糊好想找个缝钻进去，哪怕是，哦，小迷糊想找个缝钻进去不出来了。迷糊在瞅他呢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怎么跟我不一样呢？迷糊说：“这玩意儿怎么挠？这玩意儿怎么总挠我呢？”啊？老实说实话，家人们啊，猫害怕狗，但是狗看着猫，狗老实。
第二，猫爱挠狗的眼睛。它的爪子已经被我绞掉了，家人们，它的爪子已经绞掉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子啊，家人们啊，它的爪子已经没有尖儿了，看到吗，家人们？你们看到吗？爪子已经没有尖儿了啊，已经修过了。如果尿闭了，猫咪很遭罪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唉，是不是母猫就没有尿闭啊，家人们？没有缝，迷糊怎么不钻呀？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你就把这个猫啊放在那个猫架子上，狗在下面，猫在上面，啊，狗在下面，猫在上面就好了。猫狗一块儿长大的就没事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咱们走吧，不看它了，不看咪咪了，不看猫猫了啊，让这屋待着吧。好了，走吧，小牛，来走吧，咱走吧。我家小区好多猫都怕狗，狗狗追猫。你这小牛怕猫吗？我跟你说，要是腐妞啊。要是腐妞在这块儿啊，家人们，腐妞在这块儿，腐妞肯定得挨那啥，肯定得挨挠。走吧，走吧，走米花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！小迷糊的毛真不好，小迷糊的毛真不好。我跟你说，俺家小迷糊的毛还真就挺好的。回去，回家，走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淡定，吃饭。哎呀，看来家人们啊，这个熟悉的过程啊，真是挺漫长的。这熟悉这个过程，但是我觉得没啥事儿，老铁们，没啥事儿，真没啥事儿。啊，老铁们，你。待会儿不用担心，这个猫太气人了。猫胆小有啥招啊，家人们？这猫胆小有啥办法啊？我终于安全了，没有想到终于安全了。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老四其实也特别好看，就是眼睛睁不开了。好了啊，咱玩那啥了啊，待会儿都进去吧，过来来，都过来吧，不吃拉倒了啊，不吃我都收起来了啊，来。小喵玩吃点的，小喵快来，吃不吃了？咱玩游戏来，咱玩那什么样？玩那个，好长时间不走这个啥了，不走那个独木桥了啊！
其实他们几个走个独木桥。不能这样，要爱护动物。对双方都不好，非常的折腾个猫。要不咱养个小猫吧，老铁们啊，你们觉得呢？养个小猫吧，这个猫给它放店里养去吧。我看咱直播间这黑粉太多了啊，咱直播间有好多心疼这个猫咪的呀，家人们是不是？明天把猫送走吧。明天把猫送走吧，明天买一个吧，家人们。啊，买一个小猫吧，买个一两个月的猫吧，是不是？其实慢慢适应挺好的，知道吧？这个挺好的。这个挺好，养个小猫，从小养有感情，猫狗天敌，慢慢相处吧，不急。实在不行啊，让你们再整一只小猫，一两个月大的，不怕狗那种。你一两个月大的小猫，你拿到屋里来，家人们，其实这帮狗就是把它当狗养，你信不信？那么点小猫没多大，家人们，顶多有小石头头这么大的小猫，那拿到屋里来，他们肯定也不再欺负小猫的，因为他们还会对猫咪好。你们说呢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小猫更害怕，不能，小猫不能害怕，因为小猫，家人们啊，小猫它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的那个，就是天真啊。初生猫咪不怕狗那种，初生猫咪不怕狗那种想法，这猫多好，可别送走。我给你买小猫也有喷你，但是小猫不怕狗呢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小猫不怕狗呢，小猫跟狗狗玩的特别好呢，是不是？那肯定就没人说。我平时我下播之后多做做思想功课吧，家人们，我多让这个猫咪跟狗接触接触，等咱直播的时候能好一点啊，要不咱这样式整的挺不好的，家人们，这么整是挺不好的。欢迎大家伙啊，好，把盆搜一下子啊，把盆搜一下子，这吃狗粮吃哪都是，哎呀，这狗粮吃哪都是啊。来，咱们走一下独木桥啊，来，过来，来，咱走一下独木桥。老四，老大，回家。老大，老大呢？我牛肉干呢？牛肉粒呢？我给他们牛肉粒，家人们啊，来。和睦相处不会有人说的，走啊，老四老大，走，咱玩独木桥了，玩游戏了，快来，老四，快来，快进来啊，上这里来，好宝，好宝啊，好嘞啊，快上这里来啊，小迷糊第一个吧，小迷糊出来吧，第一个啊，都非常听话啊，非常听话，给奖励个牛肉粒，小石榴听话，奖励牛肉粒啊，奖励老大一个，老四这么地吧，老四今天没少吃，来，
哎呀，这个笼子里啊，少了个狗狗。咱们家的腐妞啊，咱们家的小不点子，家人们，小不点子不在咱们家这块儿啊，也算是出去享福了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小不点子不在咱们家也算是享福去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，在咱们家吧，真没享着啥福，老铁们，小不点子，从他出生到现在，家人们，你算吧，这小不点子挨咬过多少回？啊，有一天，啊，有一天我被老四咬过一回，那是咱亲眼看着。被隔离这段期间，左面脸咬了一下，右面脸咬了一下子，总共就是能考证的啊，就三次了。看蓝猫猫就爱猫猫，明天再看猫吧。咱们今天没玩独木桥呢，家人们。今天让我四哥他们一人走一遍独木桥，啊。让我四哥他们一人走一遍独木桥，大猫不好调教，不听话。我看看这独木桥行不行啊？能不能走？哎，行，挺好。看猫咪呀、啊，今天别看猫咪，咱走独木桥了，行啊。来，接下来咱们欢迎咱们家一号选手，我们家小迷糊。一号选手小迷糊啊，咱们看一下子小迷糊能不能完成任务啊，家人们，看小迷糊能不能完成任务啊。我把摄像头转过来，哎呀，不转过来了，这么地吧，这么的吧，家人们，就直接这么看吧，啊，这么看，看小迷糊能不能完成任务啊，老铁们，咱们看小迷糊走独木桥啊，来。小明坐这儿，小明坐这儿，小明坐坐下，坐下，不坐了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明花啊，明花，坐下，明花，好，明花拿牛肉这儿的，你们上来，上，上，好不好？把明花，把明花，成功了，明了啊，必须的，是吧？小明花轻而易举啊，老铁们，看着吗？啊？什么？比如再来一遍，比如来，真乖啊！来，比如来，快来！这就叫做什么呢，家人们？熟能生巧啊！比如学东西快，来，去吧，迷糊。啊，自己去拿呀！我要别让你走呢，迷糊，你说你过来白走一趟吗？这不是？啊？我就喜欢小迷糊，轻松啊！啊？小明来，再来一遍，来，小明来，小明来，过来啊，小明，老爷说跟你一块跑去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一二三，一块儿跑，上，上桥，上桥，你们上桥，上桥，上桥，上桥 ，OK。你看家人们，看咱迷糊跑得快不快？掌声在哪里？家人们，哦，掌声在哪里？小明坐下吧，小明坐下吧。小迷糊现在是上桥啊，来去自如，家人们啊，再来一遍，小迷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吧。小迷糊来，小迷糊来，小迷糊来，从这儿跑，小迷糊来，从这儿跑，过来，迷糊来，好，迷糊跑，跑起来，迷糊跑，上桥，啊，必须牛逼，再来一遍，迷糊来，再来一遍，迷糊来。不对，迷糊，不对，不对，跑快了，来，快来，来，迷糊，来，迷糊，来，迷糊，来，上桥，上，迷糊上桥，啊，太快了啊，必须的啊，小迷糊稳了，啊，多牛逼，俺小迷糊多牛，家人们，啊，混血聪明啊。啊，给俺家小明讲一根磨牙棒。小明坐下吧。小明啊，你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你下地小牛来，下来。老爷给你讲一个磨牙棒，下来，下来啊！明坐好了，坐好了，明坐下，坐下，老爷给你讲一个啊。
拿给你拆个麦芽棒吃。啊，哎，小明真棒啊！家人们，小明完事儿之后，咱换下一位啊，看看看他们行不行啊？家人们，我给小明奖励这个麦芽棒，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可以拍一下小明嘎嘎喜欢。小明喜不喜欢吃？喜不喜欢吃猕猴？啊，你又嘎嘎喜欢吃磨牙棒，家人们，你们想要的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磨牙结石棒，一罐35根啊，36.9，家人们，36.9毛钱，给大家伙发4罐，家人们，36.9给大家伙发4罐，有需要的，大家伙可以去下上那么一单，家人们啊，给大家伙，你们可以下上那么一单。来，坐好了，坐好，明白，来，明白，坐好了，明白，坐好了，明白，明白，来，给，啊，怎么的，客服，客服能不能改改价，客服来，你们先别拍价吗？先别拍，能把它改成活动价？我一看不是活动价啊，这个，客服能不能改成活动价？先别拍，啊，给大伙便宜点，家人们，迪特除湿机发2瓶啊，家人们啊。迪特除湿机是发2瓶的啊，家人们，刚才拍了的可以申请退款啊，刚才拍的可以申请退款，我让客服改一下价格，客服能不能改？完了，这不掉链子了吗？这不是啊？家人们，这不掉链子了吗？快点啊！快点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！你有没有电脑？怎么还没改呢？客服，是我是在这等你吗？还是怎么的？我自己改，我自己改都改完了。效率太低了，家人们，这效率太低了，这不等于零一样吗？我的妈呀，迷糊白努力了吗？这不是，俺家小迷糊是白努力了吗？啊？我自己整也整完了呀，这整的。刚才拍的家人们啊，你们可以申请退款，家人们啊，申请退款了，你现在给大家伙退啊。这效率太低了，家人们啊！你看，总说三元爹平时的时候总说客服，总说的，家人们，如果要是你的话，你说帖子。如果要是你的话，你说不说？家人们，对不对？33.9，家人们，给大伙改完了啊，给大伙便宜了3块钱，老铁们啊，4罐便宜了3块钱，家人们33.9，老铁们，有需要的话你们现在拍吧，家人们啊，我就上2分钟，家人们就上2分钟啊，家里有狗的想买磨牙棒的，家人们啊，磨牙结石棒的一罐，家人们这一罐是265克。啊，33.9，给大伙发4罐，家人们，啊，因为嘛，家人们就好多朋友们拍，咱直播间里现在1300多人，就现在，家人们啊，你们现在想拍的话，你们拍，拍完之后2分钟之后，我立马把价格改走，我立马把价格改回去，啊，因为让别人看着不好，啊，三元爹在直播间一般愿意性情，知道吧？我卖货，我现在家人们啊，以后我每天直播，我都会给大伙带一件啊，带一件什么呢？家人们，带一件。就是特价商品，家人们，带件特价商品啊，33.9，家人们啊，4罐，一罐是35根，狗狗特别喜欢吃，一罐是35根啊，家人们，
来，我再让迷糊跑一跑，再让迷糊跑一跑。拍了吗，家人们？拍了吗？啊，总共给大伙上了30件啊，家人们上了30件。有想买的话，大伙可以去拍，大伙可以去拍的啊。刚才拍贵的话，可以申请退款啊，也可以找客服联系咱家客服要差价啊。4罐33.9，没有比三元爹这卖的便宜了，家人们啊，没有我这比我这卖的便宜了啊，家人们，三元爹卖的非常便宜了啊，33.9往前4罐啊，磨牙洁齿棒啊。迷糊来，来，迷糊来，你拿来迷糊来，嗯，迷糊吃完就过来要，迷糊啊，我想知道迷糊是吃完了吗？是正儿八经的吃完了吗？还是骗我呢，蒙我呢？迷糊，你是不是在逗我呢？迷糊啊，啊？33.9，4罐，家人们啊，磨牙洁齿，家人们啊，磨牙洁齿棒，这里头有什么呢？玉米淀粉、红薯粉、牛肉啊，专门磨牙的啊，里边不含胶，家人们，里边不含胶啊，老铁们，含胶的磨牙，你看，你们能，你们掉头，掉头，你们掉。会掉头吗？小迷糊从这上来，上，小迷糊走独木桥太牛了啊！家人们，你说俺这小迷糊，家人们，你说小迷糊走道牙子能不能行？客服啊，半分钟之后把这个价，把这个链接下了啊！客服、啊，磨牙洁齿棒把这个链接下了啊，让太多人看着不好啊！家人们，半分钟之后啊，30秒之后把这个第一个链接下了就可以了啊！请再下一只独木桥，请再走一下独木桥。来，迷糊来，迷糊上独木桥，迷糊上。好，家人们，应该没有谁能比俺小迷糊跑得还快的了。来，小迷糊过来，来，往前走，迷糊快往前走，迷糊往前走，来，退，转过来，迷糊来，小迷糊真棒，来走。好啊，来，接下来欢迎俺家赛文吧。我看赛文一直在那叭叭叭叭叭叭，小明是不是高兴了啊？小明是不是高兴了这会儿啊？迷糊身材真苗条。来，让三文来啊！三文吵吵半天了，咱看三文能不能行。小明进来，来，明进来吧，明花，让三文来，三文来，明进去啊！小明真听话，小明真听话啊！来，接下来换我们家三文，来，三文过来，来，看三文能不能上独木桥啊！手机没电了，咱上独木桥来，上，等会儿呢。三号这个是啊，来，过来，咱们快来。三号，上，上桥。不行啊，不算，来，你开始没上去。上桥 ，OK， 啊，必须奖励啊！三文这不也行吗，老铁们？啊，三文这不也可以了吗？感谢大家伙啊！三文也可以。那老四老大就不一定了啊，家人们，老四老大就不一定。三万上，往前走，三万来，你看啊，我从后面，这样我从上面后面过来，三你过来，我从后面看啊，从让大家伙从后面看，来，三万你坐下，三万坐啊，不许动啊，三万自己去拿啊，三万自己去拿，我把零食放在紧前面。
啊，放在井前面。好，我从换个角度看。三万，去吧，去拿吧，去拿吧。什么？从上面走，过来来。这怎么总忘？他总忘。三万，过来来。三万，来上上上上上上上，对，去去拿过来，他把这拿过来去。去去拿。三万，不能动，不能动他，过来，重新来，重新来，你不能掉下来啊。三万，你得加油啊，三万，老小小明都比你强，来。三往前走，往前走，上他去拿过来，去拿过来，三上去拿过来，慢点，慢点去，去拿过来，三去，去拿吧，去拿，去，真棒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再往前走，真棒，往前走，三万，再往前走，没有小迷糊灵巧，知道吗？三万没有小迷糊灵巧，但是三万也行啊。瞧不完，给三文奖励两个牛牛肉粒吃，给俺家大宝贝奖励两个牛肉粒吃。三文，请坐，坐，给三文坐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二加二，好好的，二加二。三万，三万坐，三万，三万坐，五加五，啊，十以内的没有毛病啊，没有问题啊，三万坐立，好。来，三万不许动，不许动，三万不能动，放鼻子上，放鼻子尖上，不能动，低头，放鼻子尖上，不能动啊。三，你看，俺家三万给你来个二级跳，三万坐下，再给大伙来个二级跳 ，no， 不许动，低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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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，好，二级，再来个二级跳，一，太着急。三位性格太着急了啊！接下来欢迎我们家四迷糊啊，咱们欢迎四迷糊闪亮登场吧，行不行？走，走，四迷糊，走，三位哥，过来，来，四迷糊闪亮登场啊！三位上来，三位过来，来，三位进来，来，三位进去，进去，小迷糊进去，小迷糊进去。嗯，非常听话啊！好，奖励一个，掉了的，像这这小迷糊，小迷糊一个。接下来我四迷糊，四哥，四哥出来。啊，老大知道他自己叫啥？走了，四哥，看我四哥行不行啊？关键时候啊，家人们还得搀我四哥。嗯，我把这个摄像头擦一下子啊。关键时候还得看我四哥的才艺表演啊。来，四哥来才艺表演，擦玻璃，来，过来，来。老师坐下，坐好了，老师来，坐好了，我把摄像头转过来啊。好，老师来，四哥来，四哥过来，四哥来。老师，坐，坐下。好，不许动。看我四哥行不行啊？四哥来，过来上桥。四哥上桥，上桥。老师上桥，走开。四哥上桥，四哥站好，回来啊！上桥，老师上桥，上桥，上桥，上上上上上桥，老师上桥，上桥，上桥，老师。
乖乖来过，我老要帮你上啊！老子乖乖的负责来，你得吃好吃，想吃好吃必须上桥，老子啊！乖乖乖，上桥，上桥，上上，是不是你不咱不能太懒了，行不行？老苏啊，你这也太懒了，我这也啊！四哥上，快点，我先走，四哥来，你先走。老四啊，大哥能走两步吗？老四往前走吧，四哥往前。好，老四，老四给你把着点儿。来吧，四哥，快来，老四。你好意思吃吗，四哥？我有点说，我想知道你好意思吃吗？啊？你是不是看不见了，老师？来，你是不是看不见了？快，老师，快，快，快来！四哥上来，上。老四啊，能不能好好的你啊？上场，老三，给我上场。你看看你，你有点精神，老四啊，你是不是脑瓜子没睡醒啊？上，上，上，老四上，老四来，这个上墙，上墙，老四上墙，上上，老四上来了，你不想吃了啊？四哥吃饱，别动脚啊！四哥不是不会，兄弟们啊！我四哥不是不会，我四哥是吃饱了，不太愿意动的。太懒，老四这孩子太懒。我就想知道四哥，我看你好不好意思吃，我就在看他好不好意思吃。你看这什么玩意儿吧？你说啊？你说什么玩意儿吗？往这一趴，四哥你干啥呀，老四哥啊？拉倒吧，拉倒吧，换我们家老大吧，啥也不说，换老大吧。进去吧，四哥，来进去吧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四哥回家，老大出来。老大聪明啊，老大可聪明了，老大来，老大坐这儿来，老大上独木桥，老大来，老大过来，老大来，上桥，老大上桥，上桥。这你们姐俩儿，你们爷俩儿真是的了。四哥说我性格我体格大，四哥说你看俺家老大啊，家人们看老大行不行啊？老大过来，老大我把吃的放这儿，老大啊不许吃，不许吃，老大快自己过来，来，我要上来，上，我要上来。老大呀，老大呀，对呀，这么一上场腿就软了。老大，来走两步，老大来。老大，我先走两步，老大，老大，我先走两步，老大，来，老大，我先走。老大，我数三个数，你才能吃啊！卡了，还卡不卡了？现在还卡不卡了？预备，一。一
大脸，去和大定，他不往前走。你看老大一点不往前走的，嗯，老大呀，你往前走两步了，来，往前走，一、二、三。这个不稳定，那不稳定的话 ，seven 咋过来的，铁子？啊，你不稳定的话，小迷糊怎么过来的？老大好像今天有点不太高兴啊，老大。啊，老大是不是因为宝儿不在家了？是不是今天没看着小不点子呀？老大呀，你是不是今天没看着小不点子，心里头不高兴啊？拉倒吧，别让小迷糊了，别让他练了，别让他练了，家人们，石头来，石头出来，来，别练了，他好像有点不太高兴。我给老大多拿两个奖励啊，给我们家老大多拿两个奖励，给他多吃两个。老大来，老大啊，想儿子了，老大，老大想儿子了，阿宝啊，宝宝上新家去了啊。如果杜鹏教有段位，总共有几段？有段位的话，小迷糊指定是荣耀啊。俺这小迷糊十六来一个，十六来一个。小石榴不敢走，小石榴老大呀，俺们家老大。他拉扯了几个孩子，八个孩子，家人们，老大拉扯了八个孩子，第一窝生了俩，第二窝生了六个，总共是八个孩子，都是被我家老大拉扯大的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，家人们。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为你付出那哒哒哒哒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都难忘的。走吧，走吧，给你们老大，嗯，别生气了啊，老大，啊，老爷也让小不点，老爷也想小不点子，老爷一伤感就唱这个歌。哎呀，咱俩真是养不了那些狗，家人们啊！有好多朋友问小不点子怎么样了，小不点子什么时候到家？哎呀，咱们家房子虽然说越来越大了，但是呢，狗越来越多了，狗越来越多了就不好管了。老爷，我们理解你。其实狗狗多了不并不是一件好事，家人们知道吗？欢迎大家伙啊，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，你们有需要啥的话大家伙可以去拍的，家人们你就该给老大一个拥抱，老爷抱一抱我们家老大啊。
吃的要分开，那没有什么的，习惯就好了。哎呀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，家人们只能这么说呀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腐妞呢？腐妞在店里头呢，腐妞在店里头呢，家人们啊。三三不能叫了，三三啊，石榴，石榴来，石榴给你一个石榴来。石榴，石榴，给小石榴一个车去吧，小石榴拿完就跑，反正小石榴拿完就跑，拿完就上沙发上吃去。酸菜20.09元，家人们啊，给大伙发5包酸菜，家人们啊，拍一发5包，总共是5斤酸菜啊，老铁们，有愿意吃酸菜的啊。大伙可以去买单酸菜啊！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咱东北这个酸菜，家人们，咱东北酸吃酸菜没有刺的东西，没有刺的，东北酸菜绝对好吃，绝对比那个南方那个酸菜好吃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啊，东北酸菜没有不好吃的，啊，就咱这个味儿，炖个酸菜呀、啊，炖个排骨啥的，啊，炖个大骨棒啥的，家人们都老好了，炖个粉条子啥的啊。酸菜是不是白菜的？必须的啊，酸菜就是白菜做的，家人们。啊、哦，大白菜的啊！你说狗狗吃饭就不愿意吃那么多啊，但是狗狗吃零食吃的是真多呀，家人们！啊，这狗狗吃零食吃的是真多呀！酸菜，家人们啊！20.09元发5斤啊，还有10单，家人们啊，还有10单，有想买的话，大伙拍单，拍完这10单我就下播了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拍完这10单我就下播了啊。三元爹今天就这点任务啊，因为酸菜马上没有了啊，家人们，酸菜马上没有了啊，一家三口，家人们啊，买点骨头，家人们买点骨头啊，把骨头煮上那么一个。煮上1个多小时，家人们，然后呢，把酸菜炒一炒，把酸菜炒一炒，然后呢，把骨头扔里边，放上水就炖，家人们啊，酸菜炖大骨棒老好吃了。嗯，酸菜炖排骨，狗都爱吃零食，还有8单，家人们啊，酸菜有8单啊。7单，家人们，明天能发货啊！家人们，酸菜明天能发货啊！你看看啊，你们只要你们当地没有口罩的啊，家人们，当地没有口罩啊，都可以发货啊。还有6单，大米这几天不买了，大米现在没有了，咱家大米断货了啊。还有6单，酸菜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小明吃了来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还有4单。老大说啊，老爷别伤心了，我儿子大了又独立，让他自力更生吧。Seven， 你不叫唤我才给你放出来，你总这样叫唤我，真没法整你。Seven， 完了 ，Seven 真是考验我呀。Seven 真是考验我呀，家人们，考验我的那个啊，还有4单酸菜，家人们啊，20.09元5斤酸菜。我看这个 Seven 啊，我看谁不听话，咱们家里头谁不听话。啊，谁不听话呀 ,Seven? 是不是你不听话？3单酸菜，20.09元，拍一发5斤。
啊，然后呢，咱们家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家的直播今天就到这儿了，12点了，啊，待会儿早点休息吧，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早点睡觉吧，啊，还有三单。12点了，时间过太快了，家人们，2个小时，今天直播2小时，哎，饿呀，还有2单啊，家人们啊，拜拜，祝大家伙晚安，祝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啊，大家伙做个好梦。祝所有家人们啊，晚上做好梦，拜拜，家人们，明天见。直播间蓝猫上哪去了？蓝猫在别的屋呢，蓝猫没在这屋，家人们啊，明天见，拜拜。铁铁们，拜拜，明天见，家人们。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。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。啊啊啊啊啊啊，朋友，我永远祝福你啊，家人们啊，永远祝福大家伙开心快乐每一天，拜拜。